花莲强震让太鲁阁坍方，严重道路中断，天祥地区成为孤岛，目前还有600多人受困。最新的空拍画面也随之曝光。今天上午，空勤总队飞越太鲁阁地区，穿越云层，可以看到下方的峡谷柔肠寸断。之后直升机抵达天祥，整个闹区跟转运站大致看不出有受损。早上第一架次运送着数发部技术人员以及卫星通讯设备至天祥，并下撤12名旅客。第二批下撤了16人，不过截至目前为止，仍然有600多人受困当地。我是哈远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，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。我是哈远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